好，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朱真全，刚才张扬得到了13.034分。预赛排名第七。大安环转体360，分腿反掏360成扭，接叶格尔空翻扎杠。中川180，接并腿特卡切夫，直体特卡切夫转体180。中川360，接马凯洛夫，分腿正掏，转体360成扭。下法，实体旋下。他对他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的。要比分腿做的难度价值更高一些，因为我们看如果他分腿做的这个空翻的话，他距离杠不用那么远，但是你要是并腿躯体做的话，要还是要尽量远一些，不然的话就打了杠子了。特卡切夫有很多的变化，有分腿的特卡切夫，有并腿的特卡切夫，并腿的特卡切夫呢又有躯体和直体之分，另外的握法呢还有转体180握杠，这样的话又升一个难度组。单杠是看结束的握法来决定难度的，女子高低杠是看开始的握法，所以有的时候她转体完了以后，我们会看她转的是扭握还是混合握。第二，15.134，邓叔弟弟。